Hello YouTube， 我系李 Sir， 我哋呢条片咧讲中四嘅 M1 第六课书 example 6.1， 咁啊最第一个 example 啦。咁啊呢条短片咧，其实我想讲嘅俾大家听咧，就系有啲地方系可以省，唔使写，唔好写咁多嘢啦。咁啊 in 啦吓，咁啊叫我哋 in， 咦接笔咧？去边啊？喺度呢度，系太细粒啊，见唔到啊，粗翻啲先。好，佢就话咧。in 呢个一去我哋叫称呢个叫 in 由零去到一啦，由零去到一 ，OK， 由零去到一，我哋要咁讲 ，in 由零去到一 x dx 咁样，就话 by 咩 fundamental theorem of scalars， 唔使咁理，唔使理噶，总之 in 呢、这个，咁啊好简单嘅啫，唔使写呢、这个，唔使写呢、这个，唔使写呢、这个，直接写呢 part 开始就得啦，即系你识得 in 噶嘛。咁就叫 in 咯 ，in 零一零去到一，跟住就呢個 x 二超快已經唔使解釋啦，之前第五課都做到熟噶啦。寫翻零去到一，記住用中括號寫，用中括號寫，然後就代入 x 係等於一，先係一減，即係上減下 upper limit 代入 upper lower limit 代入相減，就係咁簡單嘅啫。咁後邊咧就有個 notes 啊，因為個新教咧，所以佢就用翻最基本嘅原理嚟講，但係啲我就可以省略嘅，就係、是、哦，原來 in 呢個咧其實係有個 c 喺度嘅，不過咧你代完一落去，代完零落去，個 c 最後減走咗，所以我哋可以省略咗，因為 cancel out 嘅緣故，我哋可以省略咗佢唔寫嘅 ，OK 得唔得？咁所以咧咩辦法，我唔會咁樣考嘅嚇 ，by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DSE 都唔會咁考嘅，所以唔需要跟佢上面寫咁多嘢噶，你只要咁樣寫就照。咁樣寫就 OK 㗎啦 ，OK？ 咁大家呢就必須要完成 practice 6.1 同埋1、2條嘅 ，OK？ 短片就去到呢度啦。